你看你俩说半吊子，半夜12点在特克斯酒店，是吧？泽伦大酒店门口下面打羽毛球呢，下午吃的太多了。哎，就你们俩这水平，再不要丢人了，行不行啊？球都发不过去吗？你看，哎，你们俩能不能快一点？哦哟，干啥在一早上了？你还是系鞋带子吗？啊，就说把我鞋带子啊，给我绑成四个大的。你也真闲的，你说？哎，饿了不行，咱们吃饭算快。这个点吃饭，这点。这个点。这边中不中午，下不下午，早不早上的？吃羊排酒片子，这不几点？哎，特克斯没出名的东西没有吗？羊排、酒片子有啥吃的？满级的都是。有。你想想看，你待了几年了？吃肉，反正我不吃汤饭。我要吃肉。我知道有一家，这个特克斯老哥带我去的。啊。汤饭？不是汤饭，咱这。这边汤饭了。我不鸡。鸡。卤鸡。吃鸡可以。卤货啥都有。卤鸡。卤鸡最有名，他们家以前四乡的。啊。啊！现在搬到县城来了。搬县城来了。啊。地方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呀，那刚好就当中午饭吃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把鸡买好，然后他们找个可乐，找个小风景区那样子，哎，小坡坡上一坐，撕着鸡腿，一撕，走，吃饭，快，你再别绑人家鞋带了，哦哟，30多岁人了，一天会玩的很，走。我们现在在特克斯的是二环啊，这边是市政府中国公路管理局，我自认为特克斯是伊犁这个做旅游这块做最成功的一个县啊。然后当然景区也很多，到了吗？哪个地方？哦，那个卢坊斋看到没有？杨家的，赞金，过去看看。饿了，快一些走。哎，这上面写着早餐里啊，早餐有的吗？人呢？老板不在吗？老板。哦，这小咸菜也有的吗？啊，咸菜。那早餐也有的。油香。油香泡菜，泡菜油香，啊，就这个鸡啊，弄个清仓，就这个鸡是吧？看柳十一，这是鸡是热点的鸡没有？哎，凉的吗？有，菜是凉。哦，捞个鸡出来啥？好，然后把那咸菜，咱们油辣子是吧？咸菜，油香，油辣子，还有啥？再来一点吗？喝的啥？喝的话奶茶有。奶茶吗？好有。奶茶，可以，又不在山上吃，咱们在吃，太冷了，特别是。好呢。这盐啥老板的啥？油辣子是吧？嗯。哦，油辣子两桶。这油辣子安利呀，这个吃馍馍啊，下酒吃汤饭都绝配啊。对。然后把这个再来上点，他老板，这个这是莲花白醋。宝宝菜。把那个羊一半啥？这边是啥？平羊一份。那边是啥？我也不知道这边是啥。这是啥？那个是蔬菜。蔬菜是吧？嗯。哎，咱们就晾羊子吧，油辣子宝宝菜啊。那个起车后。哦哟，你这可以。这啊，餐厅啊，看太有食欲了，有辣子、皮鸭子，你今天搞的好事情啊，你啊，好事情，真的是好事情，哎，慢一些，开始司机喽，你把它放倒了啊，你不是那哎，这样死，哇呀，哦呦，这个鸡腿刚出锅的，来，哎，咱们两个鸡腿咋弄？啊？三个两个鸡腿咋弄？全吃鸡腿的。哦，你是东道主吗？算是饭了，对不对？加个鸡腿。上加个鸡腿。加鸡腿，肯定加。哦呦，这个太赞金了！奶茶，有辣子，油香，哦，你看我这两个不自觉的从一人一个大鸡腿拿吃掉了。摄像师给你加个鸡腿，你放心。你别说，这两个从真会吃啊。啊，这肉不能烂，这肉是吧？入味了哦。嗯。颜色你看嘛。这不像一般那样，人家是上菜啊，这样把你卤出来的，你这老店就是老店啊，是吧？自贡社老店，自贡社老店，这你看嘛，这颜色各方面嫩软烂程度，再来个皮子，特别香的感觉。嗯，对。嗯。该我来了是吧？哇！蘸上这个辣子，嗯，这从上火呢嘴，嗯，辣子，看啥？鸡翘翘，这松坏的，腿上的那俩都吃完了吗？鸡翘溜过了，那就是最好的东西啊。嗯，一口香。嗯。
啊，都是特别大的那样。嗯，是。哇，这就是鸡腿上的肉嘛。哦呦，油辣子好。嗯，怎么呢？我流浪过油辣子哎，很吃。这样子吃。后面那么大一坛子呢。哦，这卤鸡太舒服了，你看，真的，酥酥，真好吃。小马村有一说一，真是这一块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特克斯哪一家好吃我不知道。嗯，带鸡吃的。这东西是带他的时候，他跟你说哪个好吃，你知道？不带他的时候，他不告诉你。特克斯奶茶放医院就行了，不会奶茶混在，因为满山背着牛。你看这个奶茶啊。黄黄草牛奶茶，嗯，上面有辣子，辣子配上肉，然后再吃上一口，这太香了，烧鸡翅膀吧，嗯，哎，我看你吃的鸡皮，我也想做个鸡皮，哎，你再拍一会儿，我饿了，我是他，你不是吃好了吗？嗯，我不拍了啊。虽然李姨这两天没干啥好事情啊，但是谢谢你啊，把我们带的特克斯，这家卤鸡店有工程，必须的必。咱们等会再转转小景区，今天又是完美一天啊。嗯啊，景区门票我买，转景区。不要那么客气，找鸡皮找到看，真香啊，这肉。哎，我不拍了啊！好好好，嗯。